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好，又回来了。好啦，咁呢啲太陽能呢啲咁呢啲科技嘢啊，識條線咩？好，咁我真係翻翻嚟我哋啲。好啦，咁啊嗱，我哋講講啦，呢個海釣船遭日艦噴水驅趕啊！嗱，呢個上個禮拜發生嘅事啊。係，咁啊。嗱，首先海釣船啦，我哋香港咧就其實都係比較少嘅。我香港海釣咧最多就喺租去係，譬如係喺呢個青龍頭啦，啊嗰啲啊咁啊，租只艇仔吹嘅啫，啲就你啲海釣真係成只大船咁樣噶。嗱，嗰啲海釣船大概，因為我你釣魚台坐過嘛？坐過，釣魚台坐過，啲有幾十尺長嘅，幾十尺長，去過，因為都係釣魚台㗎啦。係啊，我哋第一批啊，港釣英雄嚟㗎，係啊，九男女當年，當年九男。咁咧，咁佢其實佢嗰啲海釣船咧，其實亦都唔會係十分大嘅，咁但係咧就去嘅四隻到啦，啊咁去嘅，但係去嘅地方咧都幾遠嘅，可以去好遠嘅，係啦，咁啊咁佢哋去到邊度咧？嗱呢次咧就去呢、這個啊叫喺宜蘭對出嘅，宜蘭對出去到同埋喺日本屬於日本嘅叫拿國島啊。嗱、我睇張相啊，我有個圖嘅，因為大家都唔係好明咧，究竟邊度嚟嘅嚇？咁、其實咧就喺宜蘭對出咧，大概110公里咧。就唔係好遠嘅啫喎，唔係好遠嘅啫，嗰度係最近台灣本島嘅，好啦，一個外國地方。因為嗱呢一個地方咁咧，如果呢個地方係屬於即係日本嘅領土咧，即係領土咧，咁佢嗰個200海里嗰個經濟咪台灣嘅，你一去嗱，佢即係宜蘭一落水咧，就同日本重疊嘅啦。咁即係話其實台灣同日本咧都重疊咗個經濟水平，咁咧就其實不嬲度傾緊嘅。這個所謂即大家嗰個界限其實大家傾緊嘅，同埋有個中線其實大家都已經係成咗條中線喺度嘅，有個默契啦，簡單嚟講。好啦，咁啊喺呢個2月28日咧，咁呢只叫做咩咧？叫做係一隻漁船啦，總之就海釣船，就係俾一般民眾出去釣魚嗱，因為釣魚嘅啫，並唔係話嗰啲漁船去打魚嗰啲，即係落拖網幾里長嗰啲拖網嗰啲船嚟嘅。即係我哋睇喺 YouTube 上邊睇咧，即係兩個鬼子佬揸住支長嘅魚竿，喺度即係抌落去，咁就鬥釣，邊個鬥又釣到條大魚上嚟嗰只，係啦，所以叫海釣船咯。其實呢一船咧就應該咁講，係兩用嘅，即係。他哋自己都會出去作業捕魚，咁有時間咧就可能會載啲客出去咧就去釣魚咁。相當多㗎，呢啲喺宜蘭好多。呢一次咁樣咧就船家就因為你釣唔成魚，因為俾人驅趕啊嘛，咁所以咧就你都退翻錢俾啲客啦。咁船家估計咧都唔見十皮嘢嘅嚇，咁因為佢今次出去咧，即係你講埋嗰個最主要個原因咧，就係話去呢個係釣魚台附近的水域，其實冇遠，宜蘭對出嘅，人哋去宜蘭啊嘛，幾十公里嘅啫，宜蘭嗰度係幾十公里，釣魚台相差幾撚遠，幾十公里嘅啫，宜蘭出十公里。嗱佢咧就去嗱，佢根本就唔去拿國島，不過拿國島喺佢同宜蘭咧，大家就同屬一個經濟水域，咁咧佢只係咧使出咗咧嗱佢嗱。台灣都有例嘅，你唔可以使出超過我哋即係個海岸線嘅30公里，超過30公里咧就嗰個地方有爭拗，所以勸大家就唔好去。咁呢只船咧，咁啊洗下咧就使咗過咗去38公里嘅，係冇過到嘅，係冇過嘅。38公里嗱，嗱唔係38公里，就算有過，因為佢冇作業，佢冇釣魚，所以佢唔係一個。佢應該叫無害通過，嗱，即係全世界都有呢個咁嘅所謂公約噶啦，即係等於美國艦隻喺呢個南海嗰度，喺呢個黃岩島啊啲，即係喂無害通過，你唔好近我喎，大佬嚇，呢個公海，即係雖然話係你嘅領海啫，但係都係屬於大公眾可以行噶嘛，咁所以咧，佢啲就算超過咗38公里，呢個都係無害通過，因為佢冇喺度釣魚，咁好啦，喺嗰度咧，日本人亦都冇喐佢。到翻轉頭，可能嗰度發覺要左望右望冇魚，咁佢翻轉頭喺佢嘅36公里裏邊咧，日本人咧就攞只魚艇，攞只艦艇咧，就警告佢哋要佢哋停船，上船咧就呢個查房，咁佢哋梗係唔制啦，唔制咧就哇噴水，
咁咧呢只海釣就嗱嗱聲就向呢個海巡處求救啦，話大佬屌你，我哋俾佢捉到冚家產，有你説不清噶嘛，係嘛？冇錯。咁所以就當時就有三隻海巡咧就嚟救駕，咁就護送佢哋咧就翻返台灣。唔止㗎，嗱咁呢個海巡船咧直情係咧驅趕日本嘅巡邏船走㗎，追翻過去㗎，追佢哋走㗎。係追佢哋走㗎啦，咁所以喺度睇到咧，其實咧依個漁船咧，當時海釣船咧，其實係冇過界，反而日本嘅巡邏船啦，係過界嘅，所以咧係俾台灣海巡署咧係驅趕，唔係係追住佢啊，追翻轉頭啊。好啦嗱，咁啊喺呢個拿國島同埋喺呢個即係宜蘭之間，即係我哋而家話去到嗰度三十海里啦，呢個地方咧有個名嘅，呢個叫黑水溝，即係原來都好多好多，即係一直以嚟咧，就算。即係台灣嘅漁船咧，都喺度作業嘅，因為嗰度都好多啲有啲即係好嘅魚啦。係啊，冇錯。咁其實不嬲都作業嘅。呢一次唔知點解嗱，一陣講點解。咁啊，俾佢哋即係日本人驅趕。咁啊，即係變咗就而家就外交部就話咧，如果我哋查明事實，即係係你喺我哋嘅水域裏邊，又或者日本嘅艦隻。呢、這個處理失當啊，即係過當啊，唔係失當，叫過當咧，我哋就會向呢個日本抗議。抗議喎、啊。抗議，好啦，咁要合理啊。嗱、好啦，謝長廷講咩咧？嗱、啊，依、這個就真係佢啊，咁樣梗係唔啱啦，佢哋咁樣。不過其實我哋自己有冇錯咧？我屌你，你咪即係跪喺度先，喺頸住。係啊，我哋係其實我哋檢討下自己先啦。我哋咁有冇搞？有冇穿越咗人？嗱，仲有個更嗱，仲有一個更撲街嘅，仲有一個撲街係佢仲佢居然可以話咧。你哋唔出去咪冇事咯，你唔會夾，你唔會就唔會破壞我哋台日關係咯。因為而家呢段時間咧。就係、是、台日嗰個漁業協議咧，係傾緊，蘇澳區嘅幹部咧，正係而家同日本咧傾緊咧，就叫做即係台日漁業合作事宜喺度傾緊。咁我估咧喺呢個傾嘅期間咧，日本人要攞多啲著數，所以我先喐咗你先。越吞越光，所以即係已經有啲賣國賊啦。好啦，咁啊。我哋呢個謝長廷係屬於即係中華民國駐日本嘅所謂大使啦，即係代表啦。呢個行家談。喂，你唔係為中華民國個漁民去發聲，然後你話要我哋要檢討。啊，睇睇我哋有冇錯先。係、哎，喂，我哋唔好話人哋先啦，屌你睇我哋有冇過咗界啊？屌你，我哋有冇錯先啦？先屌自己先啊！哎、真係。嗱、因為咧，嗱，點解日本人一路壓落嚟咧？嗱，除咗呢啲所謂漁業合作嘅事之外咧，因為日本人咧。要將佢哋嗰個核島嘅嗰啲食物廢料，核唔係福島，福島嘅即係核區裏邊幾個縣、裏邊嗰啲食物咧，係要輸入嚟台灣。咁、一直以嚟台灣咧，就因為嗰陣時馬英九年代咧，其實都想噶啦。咁但係咧，佢哋又係啦，我哋即係唔會食核食物啊、諸如此類啊、孖餐啊，彈咗好多噶啦。係啦，咁好啦，咁而家佢哋執上台啦，佢哋受到日本人壓力啦，咁。而家咧就其實台灣係即係民進黨政府咧係有意咧就開放呢啲核食物入嚟。好啦，咁當然民眾嗱、就跟住啊，依個唔係核食物係嗰、那個福島地區嘅食物，即係、就是、核輻射食物啦。嗱、咁佢又未必有受染嘅，即係只嗱佢當日即係咁講核這個福島附近地區當日受管制的地方 的地區咧，而家咧啲農作物咧開始出產啦，咁咧就要恢復咧就要出口，咁就好多地方咧，即係咁講，好多地方咧都係有存在懷疑，都係咧拒絕入。當然台灣係其中一個要輸入國啊，輸入國，咁所以咧，因為民進黨咧係未入。呢班趴街啊，微日咁，所以咧就有意思咧，就開放呢啲地區嘅食物入嚟。亦都受到日本仔壓力啦，即係咁講啦。即係你話民進黨政府係咪即係主動去要咧？我就未必要嘅。咁但係日本人有壓力，喂，屌你要靠我啦，大佬。喂，你同我買啲嘢先得喎，仲要買呢啲喎。咁所以就咁，但係喺馬英九年代都已經嘈到翻曬天啦。咁你而家民進黨執政，咁你同埋咧，佢係將嗰啲食物嗰個標準啊。是降低，重新檢討，重新檢討，即係等於香港對大陸嘅食物嗰個標準都降低，我就你，重新檢討啫。啊，屌你！我發覺咧，即係呢啲
呢啲即係政府咧，即係共匪政府，即係同共匪有關嘅政府，或者即係同啲綠政府咧，即係大家真係類近差唔多嘅。嗱好啦，嗱我哋拆開少少講啊。即係香港政府總部咪起咗啲圍欄嘅，啊屌你咁啊！即係防止你啲所謂嗱公民廣場啦，圍咗圍欄啦，防止你啲所謂刁民人士衝埋嚟啦。刁民，哇！總統府而家台灣嘅總統府係有意起圍欄咯。係。唔使啊！而家佢都已經擺曬啲流動拒板啊嘛，嗰啲係流動啫，佢搬得走嘛。而家真係即係永久性，永久性裝個欄山喺度嚇，即係將呢個總統府都團團包住佢，不佢仲話不受降嘅，好耐用嘅。你嗰種強調耐用啊，堅固不受降嘅。嗱，唔知會唔會好似啲軍事設施咁樣，又整埋嗰啲刀片？佢跟住仲話刀片拒板。咁我估又唔會嘅。佢話咧，仲係咧，可以透視嘅。因為佢係欄山啊嘛嚇，即係一條條，即係條罅度望得去嘅，嗱你就影響唔到景觀嘅。係啦，佢望景觀係絕對冇問題嘅。不過你喺條罅度望，咁即係嗱，你睇到咧呢個咁嘅，咁馬英九政府年代都有卡車衝入去喎，大佬，安全理由喎。馬英九話擺個拒馬喺門口就即刻俾鬧啦，大佬。即係防止，唔係防止咩？係防止即係汽車衝入去嘅拒馬喎，唔係防止呢個示威人士入去拒馬喎。唉，唔好啦，屌，因為擺拒馬、擺刀片、龍蛇咧，太過即係核突啦，唔好睇啦。屌，我直情起個圍欄圍緊住佢得唔得啊？我起完圍欄，佢再跟住嗰個再加個刀片鐵絲。喂，如果唔係又整啦，唔係嗰要擒上，嗰要擒落嚟㗎。又整啦，廟上教咁樣係咪啊？唉，所以嗱，即係兩。即係你睇下香港政府同呢個綠政府咧，都係咁上緊，差唔多撲街㗎啦，係嘛？即係你啲跟車太貼嗰啲咧，睇清楚先啦。好啦，嗱咁啊，我哋講翻呢個漁船啦，係嘛？咁啊，保呢個所謂海釣船咁啊，出去出邊咁啊遭到呢個咁嘅對待。嗱，其實最重要就係講緊頭先啦，阿宋慶都講咗啦，因為而家係台灣同日本係傾緊嗰個所謂漁業合作嘅事宜，咁。在呢個環境之下，佢要驅逐你就梗係想攞大嚿啲啦，大佬喺個驅逐過程裏邊係嘛，同埋即係嗰個界，因為可能而家大哥可能一半嚇，或者三分一，你啊佔三分一，你啊佔三分一，另外三分一咧大家再傾，咁邊個踩過多啲係嘛？咁可能我要佔四分三，你四分一好啦，咁即係仲係因為傾緊，所以咧透過呢啲咁嘅方法咧，就令到你台灣要不得不去同佢。屈服佢，即係呢個有跡可尋㗎啦！即係晚九年代嗰個護漁政策，蔡政府嘅護漁政策係自然不同啊！係啦，晚英九就派船去出去，派呢個軍艦出去護漁嚇，咁就跟住咧就俾民進黨立委咧就鬧到七彩，就要即係咁就到佢上台咧就撤曬，係啦，撤曬啦。好啦，咁啊呢單都講完啦，嗱咁我哋又講另外一單啦，咁啊所以呢個。台北呢個農委會啊，農會唔係農委會，農會，佢係一個有限公司嚟嘅，即係話嗱，呢我簡單啲講，呢個所謂農會做咩嘅咧？就即係話咧，你將啲農作物咧就集中喺度，然後農會就幫你拍賣，即係好似香港嘅呢個咩魚類批發係啦，管營處，咁佢就幫你批發嗱，呢一擔嚇幾多錢？咁啊，大家喺下邊就舉手，咁跟住你攞咗呢擔嘢就零售啦，係咪？咁呢個係一個作用係咁嘅。嗯。好啦，咁啊問題就係咧，喺過年嗰段時間咧，就休息就十一日休咗就22日休咗十一日，廿二日休十一日，即係十一日休咗9日8日。唔係休咗十一，係廿幾日裏面，21定22日裏面休咗十一日，即係一半係冇開門嘅。嗱，休息點解對？呢個啲農民咁大問題咧，喂！我種完啲嘢就嗱嗱聲，而家趕住賣噶啦。你一休咗息，同埋有兩段時間係連續假。嗱，呢個連續假就係譬如年初一到年初五咧，啊，即係16到唔知21啊。咁跟住咧就又放呢個所謂一嚟一休啊，年宵嗰啲咧。咁有啲係唔知放咩噶？2月5日唔知放個咩假嘅。總之喺嗰段時間放咁多日假。放咩天公佢啲傳統假嚟係啦，總之就即係佢哋梗係有天公誕嚇，有佢哋嘅作用啦。放啲假好啦，放呢啲假咁嗰啲農民堆曬啲菜喺度，咁點搞咧？好啦，咁你假期一完之後，咁咪大家咪賤賣咯，
係嘛？喂，屌你本來呢一擔本來平時就屌你即係值$100嘅冚家產，你都過咗期咯，三十咯，$20咯，係嘛？要即價低者得咯，咪搞高者得啦。即係慘嚇！咁好啦，咁啊搞到啲農民就怨聲載道。好啦，而家就講翻喂，點解無啦啦要休咁多日先？啊、好啦，咁你就要休息，咁而家出咗事啦，咁你嗰個所謂農會嗰、那個扎菲人係啦，嗰、那個扎菲人嘅總經理又去咗邊咧？喂，呢啲要解釋先得㗎，大佬係嘛？咁阿扎菲人阿總經理話：，哇，我就埋頭苦，我埋頭苦幹應付緊㗎，所以我唔得閒出嚟鋪頭同應付你班大帝啊咁樣。哦，咁呢位總經理係叫吳音寧啊，吳音寧啊，即係胡聲音寧，聲音個音啊，就安寧嘅寧，係啦，呢個女士嚇，一個作家嚟嘅嚇，即係呢個咧就連即係嗰啲報嗰啲月報表啊，都唔識睇嘅，啲常識嚟嘅喎。咁咧，又講呢個啊，新鮮嘅時候就以呢位阿吳小姐佢嘅出出身背景啦。咁咧，其實佢就我之前兩集都講過嚇，一個叫做野百合運動，就係1992年左右嘅一個係即係佢係話繼承呢個即係北京學運啦。咁佢哋喺台灣咧就一個民主運學生民主運動。咁野百合，咁佢就話係無黨無派。咁其實事後咧，咁你發覺裡面嘅領導學生大部分都係民進黨入咗民進黨，亦都係做而家做緊高官嘅。咁依位阿吳小姐咧，咁佢咧就即係一路冇乜做高官啦。咁當時有都幾出位啊，剃光頭。即係喺野百合運動裏邊剃光頭嘅，好啦，係啊，咁佢跟住咧就即係文青嚟嘅嚇，咁就冇乜依個行政嘅背景，亦都冇乜政黨背，即係冇依個政務嘅背景嘅。好啦，就乜都唔識啦，屌你咁簡單呢個一個作家嚟嘅，素人嚟嘅。咁點解佢可以做到依個位咧？有人就講啦，咁即係多得佢個好老爸，佢老爸就唔好冇乜特別巴閉嘅。咁啊就叫吳成一個詩人嚟嘅。咁咧詩人依個做咗啲乜嘢咧？咁喺依個軍功教年改裏面咧，依位吳成自己本身係退休教師，咁啊出嚟咧就帶頭講啊，就公開講我攞嘅我依個退休教師我攞嘅退休金太多啦，18%我唔要啊，一個月我攞60,000退休金，我使唔曬，太多啦啊，咁你大家都唔應該攞嘅，好啦，咁啊跟住咧，因為咧佢當時嘅身份咧係總統府嘅資政，未做，好啦，咁大家哦，咁就跟住咧就好多人就攞去呢篇文章，嗱啲教師都出嚟話你哋自己都自己淹咗噶啦，係你哋都話你哋自己攞得多啦，錢多，好啦，跟住唔夠一年半年到，即係過幾個月啊，咁跟住咧。小英總統就上台之後咧，就親自啊，都唔係親自，係派特使啦，就送上一張資政嘅依個委任狀俾佢。好啦，依個資政委任狀冇乜特別啦，係咪啊？哇，唔好睇小佢，月薪35,000。哦，咦，咁幾好啊！月薪35,000，你就唔要嗰60,000月退。啊！就轉頭就攞個350,000嘅依個有數位喎，係啊，仲唔止？跟住舊年。系啊！依、這個北市，依、這個北農，北農依個總經理補助，咁咧就因為依、這個講開台北市啊嘛，咁嘅台北市政府有話事權㗎，咁台柯 P 同阿小英咧，大家係互爭依個總經理總經補助，啊結果咧就柯 P 咧就只係攞到個董事長。總經理咧就由依個吳音寧，好啦，依、這個吳成講就出嚟講一句嘅啫，即係污名化咗依個軍教之後咧，首先嚇佢就嗰60,000佢冇話唔要嚇，即係個咁佢口哥唔要啦，佢冇話唔要啊，多啫，咁但係每個月俸咧而家35,000，再嚟佢個女咧就當上個北農嘅總經理，年入幾多啊？250,000年薪。喺個台幣，咁講緊即係20,000一個月啦，係啦，即係20,000一個月。咁喺台灣嚟講咧，20,000一個月咧係非常非常之高㗎。差唔多等於五萬啦。差唔多好正喎，真係哇！五萬幾。喺台灣嚟講係非常非常高嘅收入嚟㗎。嗱，當日阿周美嗱，周美清喺依個金融機構裡面做一個非常高嘅去法律部顧問啊，嗰個即係主管。佢都係年薪16,000咋，哦，即係一個博士嚟㗎，真
真好嘢，識做生意啊！唔止唔係月薪十六萬，咁你年薪十六萬咪撲街啦！點解一個月咁咪千幾啊？嗱，十六萬零蚊。咁嗱，啲人就質疑啊！喂，你依個根本毫無經驗，乜嘢都唔識嘅人。問你菜價幾多唔知喎，咁咧個誒前兩日咁個議員就問佢：喂，你啲年報你識唔識睇㗎？誒，我學習緊。年薪250萬喺台灣嚟講，你擺喺邊度都係一個高薪嘅職位嚟嘅。你去請個見習生，年薪250萬，你港幣我香港幣八，你月入45,000-50,000一個實習生。唔係嘛？家族生意啊嘛，大佬。佢老爸於佢老爸有功於黨國喎。係啦，嗱咁依一個咧，即係香港啲社運人士咧，就成日就即係推佢依個民進黨咧，即係民主嘅政黨啦。咁大家睇到，即係依啲囚傭啊嚇。咁其實喺佢哋上台之後咧，係不斷不斷咁發生嘅。嗱，總之嗱，而家佢哋咧就有一個 term 啊，叫做復仇者聯盟啊，即係。即係有爸爸的酬庸的一個聯盟，即係話你啲仔女可以跟住爸爸呢個咁樣嘅身份咧。即係如果用國語講叫復仇者，復仇者聯盟啊，復仇者聯盟。咁佢嗰個復仇者其實一樣音噶啦啊。咁正復仇復仇者聯盟，即係福澤永享喎。係啊，好嘢喎！咁啊，福澤聯盟就好啦。咁其實喺呢啲咧酬庸裏面咧，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啦。咁呢個筆市裏面，呢個筆籠裏面咧，帶出咗呢個問題。點解一個係咁嘅唔識任嘅人咧可以做到咧？咁亦都可以帶出咗佢老豆吳成。原來呢我只要是、就是、有投名狀，咁我就有啲乜嘢嘅後面有啲咩福利啊，攞到啲乜嘢？正啊，係啊，醒目嗱，呢啲係醒目啦。嗱，咁好啦，咁啊，進黨之下生活啦，民間搞好多怨聲在度啦，因為你啲財跌暴跌啊嘛，大佬係咪？咁啊要佢出嚟，要市政府，因為佢屬於市政府嘅，要台北市政府要出嚟解釋。咁啊，市政府就即係喺呢個陳景俊啊，呢個副市長喺7號咧就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就諗住叫埋呢個吳欽玲呢個總經理嚟，一齊開記者會面對群眾啦。因為陳副市長咧，佢係官派嘅呢個董事長。嗱，咁啊好啦，陳副市長就出現啦，吳欽玲。就唔到，咁變咗咧就單，因為變咗喂個業務雖然你係董事長，但係實際操作嗰個操盤嗰個係總經理啊嘛，咁變咗你陳即係呢個陳景俊其實冇嘢好講嘅，叫你吳欽玲嚟你又唔嚟，好啦，吳欽玲咧8號咧就自己又開咗記者會，咁啊其實就同呢個市府咧就隔空就互罵啦，即係互賴啊，互賴，市政府就賴總經理。總經理就賴翻去市政府，呂文清咧就唔會鬧人嘅，冇咁失格嘅。好啦，咁啊，好啦。咁啊，菜價貴平咗，市民係咪得益咗咧？嗱，喺度咧，其實嗱，其實你喂你唔照，你唔可以唔照顧農民。咁咧又要跟又要講下嗱，其實咧菜價就冇跌冇乜點跌嘅嗱，因為菜要當做。你遲兩日啲菜咧已經難係賣唔出嘅啦，咁所以啲菜咧就你就只有嗰幾日你唔開我就爛曬嘅啫。農民係真係你冇啲菜唔會話我賤賣賣唔到啊！你都優勢。唔係咁佢又即係咪到嗰陣時係咪真係賤賣啊？因為佢冇賣咁冇啊，冇得賣，我唔覺咯，我咪都係爛咯嗰啲菜，我冇得賣啊嘛。咁都兩回事嚟嘅喎。嗱，仲有一段係啦，相反正就係話其實咧就賤賣就冇賤賣嘅，因為我根本冇賣到，而係市場上係因為冇菜賣，市場冇菜賣，因為你個批發市場冇開，市場冇菜賣，就導致到咧有一段時間係菜價就上漲添。哦，明白。咁咪市民咪怨聲載道咯。咁你市民怨聲載道之餘，但係農民亦都冇得益喎，反而損失喎。我啲菜農民就淨係處於無歸啦，大佬。係啊，係咪我賣唔出啊嘛？好啦，咁啊，我哋講翻嗰咁啊兩記招待會啦。冇錯。咁啊，市政府就賴總經理，總經理就賴翻市政府。好啦，咁啊，咁人哋又話：喂，咁你哋即係喂你兩個賴唔賴去？你哋市政府同呢個北農即係台北農會冇關係嘅咩？冇聯絡嘅咩？咁啊，吳欽玲開記招待會嗰時抗有打俾副市長，不過咧佢冇聽。哇，咁都得嘅喎！喂，屌你打一通唔撚聽，你打多通得㗎。咁但係另外有一個講法就係佢哋喺2月初嘅時候咧，曾經咧就喺北農裏邊咧，咁其實有碰過面嘅。係。咁當時咧就吳欽玲有講過呢個問題，咁但係咧而家阿陳經理嗰邊阿陳副市長。
嚇冇喎。有咩？喂，嗰日你哋成日見面，你嗰日成日都見面喎喺北龍裏面，點解你哋會唔知啊？即係嗱，呢啲咁嘅糾紛咧，即係簡單一句咧，呢啲咁嘅糾紛咧，北龍呢啲咁嘅糾紛受害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係三輸嘅。嗯 ，OK， 頭先講啦，冇錯啦，農民有冇蝕錢？農民係血汗錢都攞唔翻，市民食貴菜，係嘛？市政府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三輸嘅。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即係變咗咧，而家就即係大家都係互推啦，係嘛？咁啊，有人話喂，咁 OP 喂問市長啦，咁啊，阿吳欽凌使唔使落台啊？佢話吳欽凌嗱，咁佢梗係傳翻俾吳欽凌啦。吳欽凌話：喂，我係董事局請我翻嚟嘅，委任，所以董事局先可以請我除我名。咁咪人哋問佢，喂，人哋問你辭唔撚辭職啊嘛，大佬。咁你啊就話，即係等於，唔係即係等於董建華講啦，留俾走仲更加難嗰啲啦，屌你咪嗱，因為咧佢哋嗰個咧係股份制嘅，咁最大股東咧就係中央政府嘅農委會同埋呢個北市政府，咁大家個股份都係一樣咁多嘅。咁而家就係民進黨同埋個 P 兩邊就真係唔知佢哋玩邊科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最後咧就係 OP 講一句咩咧，佢話。你炒咗佢，其實我嚟做仲好，有可能喎，因為神經刀。好，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講。好，下一次翻嚟。